好天津卫视群英会。从幽默里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再次欢迎大家。好，今天啊，咱们聊这话题叫操不完的心啊。生活当中呢，有些人爱操心啊，有些人他容易被别人操心。比如我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天天被操心的人，谁操心我？我媳妇儿。啊，真是这样，对我绝对是操不完的心。因为什么呢？像我们这演员平时晚上演完出，对吧，大伙儿聚会一下，对吧，稍微的吃点喝点，这都很正常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那朋友天天叫你，你不去也不合适，酒比较多，老出去应酬，所以时间长了呢，我媳妇就不愿意啊。这不那天回去吗，跟我打起来，兄弟，我告诉你啊，你再天天外边这儿喝，早你喝死知道吗，早你出事儿。这样我错了，我知道，我上回我跟你下了保证了，对不对？我知道我这样天天在外边喝肯定出问题，所以我这回改了，我没在外边喝，我把他们都喊家来了嘛。说到这个操不完的心，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在电视剧当中那就是一位有操不完的心的一位老父亲，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杰冰老师，有请。欢迎您。天津卫视以及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冰。好，欢迎杰老师啊。那我觉得首先啊，这杰老师，您的这个姓啊，我们就挺好奇的。您就是节约的那个节是吗？对，就是这个节。因为我这个姓氏呢比较少。是。抗日战争时期呢，有一位比较著名的抗日英雄啊，叫杰振国。我们是同出一家。哦，明白了啊。刚刚大家看到这个杰冰老师，我觉得首先我回忆起很多当年杰冰老师的这个经典的荧屏形象啊，比如说像这个和周迅的这个《不完美受害人》啊，包括还有和这个海清、张颂文的这个《新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您一般接到这个剧本之后，会是怎样去选择这个角色呢？一般的像这种生活剧比较贴近生活的，我们接到剧本以后，首先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之后，怎么和对手戏的演员虽然是一个演的一家人，但是怎么能够真真正正的把他演成真正的一家人，就是要有生活，而且要适合自己。杰冰老师，是不是您挑剧本得有选择？我首先我得演爸爸，还得有闺女啊，因为演了太多这个女儿们的爸爸了啊。我们这样也一块来回顾一下，看看杰冰老师都演了哪些女儿们的爸爸。哎爸，我估计他今天借不到钱，可能会跟你借，你千万别一心软就答应了。那我怎么讲呀？我说没钱啊。没钱，没到期买黄金、买股票，留着养老，怎么讲都可以啊。反正就是不借啊。这不就搞尴尬了吗？还想跟你说呢，男人可以打架，但是要分为什么。你这次这个架打的呀，对，你要知道啊，你反抗了，他其实不单单是对你身心的一个伤害，也是面对的一种强权，面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面对身心的霸凌以及利益的诱惑，你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不，对一般人来说这都不容易。那这是好事，这得恭喜你啊，董姐。姐，那你以后嫁到国外去了？哎呀，回头三婶给你包一个大红包，你可是咱们家第一个结婚的孩子，不能马虎了。哎呦。你一点都不吃惊吗？你干什么事儿我都不吃惊。来，咱们一起恭喜。恭喜你。我们刚才看到了太多熟悉的剧情啊，对，新居、龙城、闪耀的他。对。哎，刚才跟秦岚那段那个对手戏啊，这段是当时就这么设计的，还是说你们几个就是演员之间的一个设计呢？反正我这个角色，因为我也是父亲嘛，本身我自己也有女儿。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当中，他可能就是20多岁就要出嫁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从小就这么20多年，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当中，父母的爱不多给女儿一些，那么给谁啊？这也是把对女儿的爱映射到了这个荧屏当中啊。那您看有这么多的这个演员，像童瑶啊，对吧，这个秦岚啊，包括这个海清是演这个儿媳妇是吧，这个还有这个马伊琍都演过女儿啊。那这个这么多的女儿或者儿媳妇当中，在戏里头您觉得您最偏爱哪一个呢？偏爱的一个就是还是新居当中的这个顾青鱼，就是由童瑶老师来扮演的这个顾青鱼这个女儿，整体呢
这个女儿和戏中的这个父亲，我感觉是非常契合默契的这么一个角色。嗯，那在和这个童谣啊，包括张颂文啊，在合作这个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个特别难忘的故事呢？怎么说呢？颂文老师呢，在这部剧当中啊，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做房东收租子呀，没有什么太正经的工作。嗯，对，就是有点钱。在剧当中我不太愿意他和我女儿交往，但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我还是愿意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嗯，是的是的。那您看刚刚我们一开头就说了，说您在戏里演了各种爱操心的老爸啊，那这个生活当中您是到底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呢，还是一个大大咧咧就什么事都别人管的人？其实生活当中我也挺爱操心。也爱操心啊。对，我呢有的时候呢就举了个例子吧，有点轻微的这个洁癖，或者说有一点强迫症，就是我在家里边每天睡醒，到了客厅，必须先把客厅打扫一遍，擦洗干净之后呢，这个东西今天放在哪儿，明天起来还必须得放在哪儿，都弄好了，看到顺眼了以后，来坐下，喝个茶。您是怕明天不在哪儿不接戏吗？然后呢，像这样呢。我女儿家呢，我也是，哎呀，整天我就想着，我这几天没去啊，会不会已经乱得不成了？东西她自己恐怕都找不到了。有的时候她也会给我打电话，爸，你那个什么什么放在哪儿了？隔个一两天我就得跑一趟，进屋得看看，衣服收好，门厅收好，客厅打扫完，这个东西该放在这儿，该放在这儿，该放在这儿。几点出的门啊？干什么去了？现在的爱好是爱骑自行车。每天就提心吊胆啊，骑到哪儿了，会不会有危险呀，小伙伴一起玩的人都好不好呀，各种各样操不完的心。然后给女儿操心，给父母操心，给朋友操心，经常操心，爱操心。哎，但我觉得您说这细节，您都不光像一个操心的老爸，怎么这么像一个操心的老妈呀？这闺女家是不是又乱了？我觉得这一般都是老妈关心的事儿啊。我们家这个我比较操持家务比较多啊，就是看出来您是比较细致的一个人啊，爱操心细致啊。你看一般有点洁癖的人啊，都是爱操心的。对自己这个要求多，对身边的人，哎呀，要求都多。对，但是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有您在呢，身边的人就能省心很多。您能替他们想到，能被照顾到，那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是吧？哎，我问问我们在座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吧，你们家有这样操心的老爸或者老妈吗？有啊。你省心不省心？不省心，他管着呀。对，他得要求你自己也得提高到他的那个。是你爸要求你，你妈要求你？我媳妇儿要求。嗨，小妈要求啊，这是。对啊，就我做完俯卧撑啊，你把那收拾了。我说收拾啥呀？那上面还有手印儿呢。嘿，我说哪有手印儿啊？真看不着。但是他就。就是能看到，就稍微有点洁癖的人，这要求也挺高的。那你们家这个地平时让人踩吗？我现在我都是悬空走路。哎，我觉得一般像洁癖的话，他发现你的这个手印的话，他应该不会让你去擦，他应该过去擦。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烦了，就是说你就擦一下，我说我拿哪个擦，你就拿哪个擦，我怎么擦？那行，我自己弄吧。啊嘿，他就自己给也是个技巧啊。哎，不是技巧，我真心不会。嘿，还不能给说破，说破下回不灵了啊。孙宇呢？我是我妈操心。他这一来，好家伙，你这这是你自己家吗？你当个家住啊？这怎么住人呢？就开始给你收拾。这语言多损，你当个家住。对，就是说这是你自己家。当旅馆了是吗？我妈每次一来，两桶洗衣液啊，她来了都得给你洗了。你觉得你妈这么操心，她是快乐的呢，还是操心的她自己也会有点抱怨？她反正老人们还是快乐的，还是快乐的。中国的父母爹妈其实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为子女操劳，虽然很辛苦，但是她内心是快乐的啊。小芳呢？我也是，我妈操心的多啊。回家，每次都得提前问我今天晚上几点到家。我一般演完了，我到家差不多得11点。有一回我是演完了，在外边跟朋友吃饭，回去得一两点了。她发那消息我也没看着。我到家一看，我妈就躺在我床上睡觉。都睡着了。我一想就别打扰她了，我就睡她旁边了。然后呢，差不多到3-4点，我亲眼看着我妈迷迷糊糊醒着，把手机拿下来，微信上给我发消息。儿子怎么还不到家呀？我给他回一条，妈，有没有可能我就躺你身边呢？多吓人呢，这个就前景里外啊，给我乐坏了。这就躺在旁边没发现我，这有点意思啊。肖兵呢？其实我们家应该是我爸，你啊，我爸什么事他跟杰老师一样。对，但是我爸有一点不一样，他不爱干活。
哦，光操心指挥别人，不干。爱指挥，但一般什么样？就是看，哎呦，这地太脏了，把它拖了。那什么，把它收了。就是要么是我在家，我姐在家，或者我妈，就都是来回着跟着帮忙弄去。哦，但他就是不弄，就坐那，这不就是光说。哦，但是不是操心，他单纯的喜欢指挥。对，这个，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像您老父亲的这个角色呢，他不能叫操心，这按我们天津话说，这叫事儿。事儿，事儿。徐建呢？哎，我是一般我岳父跟我岳母，我岳父呢主要操心我。我怕我吃不好，每次呢一到十点左右准时打电话，几点回来，到家吃吗，给你画虾画塔嘛鱼，给你炸塔嘛，给你炸虾怎么样，吃不吃，我岳母呢就是怕我穿不好，永远是一堆衣服在洗啊，他不让我洗，而且我的衣柜他不让我猫，嘿，永远是你穿什么他先洗手，洗完手这样甩干啊，甩干完了给我拿衣服，永远是这样。我自己的衣柜我没猫过，真好真好，你这哪是娶了个媳妇儿，这娶了一个家庭回来啊。对对对，四平老师，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爱操心的人。哎，是我这个生活当中也是如是，因为家里小孩啊父母我都操心，但是操心有传承。因为我家里我父母，我尤其我母亲操心比较多，有点意思。我们家有个洗碗机，我母亲洗碗呢，她不放心，她得先把这碗洗一遍，替洗碗机洗一遍，再把这个放到洗碗机里再洗一遍。买它有什么用的呢？她就拿它当烘干机了。是，就通过这个细节能说明这个老太太她这个心理啊，她替你担心，替你操心，她可能表达的各种方式啊，跟现在年轻人的思维有差异，但是还是一种爱的体现。是的，是的，我觉得中国式父母可能很多都差不多啊，就都是会关心孩子，甚至是操心孩子啊。今天来到我们群英会节目的现场，老师，后面您要跨界说相声。哎，对了，哎，搭档，据说还是看着您的剧长大的。谁呀？那必须是我了。哎呦，必然是我了，小芳啊，小芳。因为我第一次我看那个杰冰老师的戏，是很多年前有一部剧叫《一代枭雄》。一代枭雄，对对，那个孙红雷老师主演的，里边演的是大反派李兰群，上海滩的一个大佬。对，那时候就给我气坏了啊，这人真坏啊，这人是啊，真的。你是寻仇来的是吗？真是，我现在看到杰冰老师总有一股子气愤，真的。就那个金丝框的眼镜是吗？那对对对，就那种就斯文败类的感觉呀。是，你是不是想找死啊？疯了吗？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这是在上海龙泽缺席啊。是的，我知道。我印象特别的深啊，你今天上这儿来算是寻仇来的啊。好好好，哎，您现在演的这些角色都是老父亲操心受累都这样的一个角色，您有没有可能这个一秒钟就变身反派，让我们看一下这反派的眼神是什么样子，好不好？到底是想瞬间压力了。我也想寻仇了吗？哇，小芳感觉怎么样？找回童年的印象了，我就是梦回当年了，我现在已经抑制不住我自己了，我已经。今天跟杰老师聊天啊，觉得杰老师，无论从这个装束上，还聊天上，都是特别的年轻啊，感觉很潮。您平时就是这样吗？我平时我心态还挺好吧，我觉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是，你将来的创作以及你的工作人物表现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我差不多平时生活当中一起玩的小朋友们都是20多岁啊，年轻演员啊。哦，但是你看我跟他们有时候特年轻的小方豆，我就跟他们待不到一块儿，他们老熬夜写什么作品，是老半夜不睡觉，这我就受不了。您能跟他们熬夜，对于我们影视演员来说应该是家常便饭。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我的一个这个特好的一个小兄弟，叫黄澄澄，就是《新世界》里边跟孙红雷演那个小耳朵，你怎么那么豪横啊？那个，他前段时间拍了一部剧，描写的是咱们这个志愿军的侦察连，但是侦察连你不能大白天的大摇大摆的去人家去侦察吧，都得是夜里潜伏着出去。所以他这部戏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天亮，都是夜戏，全都是夜，没看见太阳这戏里。对对对，您生活当中特别潮特别时尚，您觉得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年轻人玩的我都会，都会，像什么手游什么吃鸡啊，王者啊，使命召唤啊，我都会。我玩的可能年轻人现在就未必
能都知道的。是吗？有一项运动叫业余无线电。来，方家伟，从来没听过业余无线电。咱们国家体委有一个中国业余无线电运动协会啊，在国家允许的业余频率当中，用利用你的设备，咱们俗话说就是电台，用你的设备和你的天线，用最小的功率去呼叫出最远的距离，这是一个，一项很竞技以及健康向上的一项运动。而且您说的那个这个电台，这个其实真的是特别小众，因为我告诉你，我们相声界有一个人玩这个，马树春老师。哎，马树春老师，因为他当年在部队就是这个发报员。对对对。对，所以他一直玩这个。据说，因为他特别小众，据说当年他玩这个，邻居给举报说对门是个特务。我也被举报过。你也被举报过。我当时我在家里楼顶上，因为他要你学的技术就是你自己动手能力 DIY 的，比如说短波天线，或者说 UV 段的天线，你自己 DIY 天线，把它调试到最好的效果，达到通联最远的距离。我就在楼顶上架到天线了。后来就有邻居举报派出所了，以为我是敌特，因为后来派出所就来了，我把各种证件拿出来，这是要有执照的是吧？对，你的电台要有电台执照，你的会员你要有无线电运动协会的执照，你的电台还要有操作证，三证齐全，你才可以合法的使用这个东西。明白。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潮的运动，但是一定要合法的来玩啊。对。那您最远的跟什么地方的朋友联系过？最远我曾经在北京和加拿大的一个很远有台一个电台通联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可以通过这个电台来联系。这项运动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业余无线电的爱好者是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而且它还有全球通用的一种我们叫Q 简语，Q 简语的就是一种三个字母的缩写，不无论你语言通不通，无论你说日语说韩语说英语说法语，你只要在电台上面播报了这个 Q 简语，全世界通用就都会明白。然后呢还有年轻的时候爱玩摩托车后来有一年也是摔了一次，摔了一次后来就不怎么再玩了。这是在前两年在重庆拍戏的时候，因为重庆那个地方呢都是山山路，连 GPS 导航到那儿可能对不好使了，3D 的啊，对，你眼看着那个楼就在前面，找不着500米，对，你可能走1个小时你都没到。对，完了这个是一个摩托车，还有一些自己平时有一个小车库愿意改装汽车。反正现在年轻人玩的东西很多我都会。哎呦，您玩的很潮呀。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出圈的一个潮人啊。是呢，真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玩摩托车还是以安全第一。对，是的。所以我也说这个正好借着机会劝屏幕前的广大观众玩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一定要安全第一。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任何一项娱乐我们都要首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这个其次才是我们在这娱乐当中能获得其他东西，如果失去了安全那其他都没有意义了啊。那这个杰老师，我觉得您从今天开始您又会增加一个新的爱好，就是相声啊。一会儿要跟我们这个相声演员来跨界了啊，这个您现在这个心情怎么样？稍微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对，虽然说是第一次，但是我也很期待。我听小芳说了啊，说您在里还加了好多包袱是吧？我们的习惯就是做功课吧。无论影视也好，相声也好，只要咱们爱这个东西，热爱这份工作，咱们就愿意为它付出咱们更多的努力，使它更精彩、更完美。好。那我们特别期待啊，一会儿这个杰冰老师跨界的这个相声。那看杰老师相声之前，我们先来看我们专业演员的相声，好吧？我们首先呢，就先请上方家伟、肖冰两位，好吧？有请两位。哎，谢谢大家，每次来到群英会都非常的开心。哎，就那样吧。因为这里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就那样吧。尤其我哥，他是最热情的。就那样吧。你死去吧。你要死了干嘛？你干嘛呢？一上台就要死不活的。这最近这心情不太好啊。
你怎么就心情不好了？失恋了。哎呀，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大老爷们儿感情遇上点挫折太正常了。哎，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嗯，我也失恋过，当年比你还难受呢。是吗？尤其当年我跟我那前女友分手，那原因都特奇葩。什么原因呢？当年她问我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这又就写你名字。她不同意。那写她名字。我不同意。那写你爸妈名字。她爸妈不同意。那写他爸妈名字。我爸妈不同意。所以要你说这房产证上写谁名字。写我名字。写你名字合适吗？那都不同意那怎么办呢？最后那不定下来了吗？写谁名字呀？写的房东名字。哦，你租的房啊。啊，这俩人还在这研究半天呢。对呀，最后买不起房分手了吗？哦，因为这个。对呀。嗯，当然了，我命比你好。怎么呢？分手之后没过多久我就迎来一段新的感情。你不是命比我好，嗯，你是人比我渣呀。这叫什么话？这叫、啊、上一个刚分，紧跟着又谈一个。我正经搞对象呢。啊，我俩都结婚了。是吗？哎呦，跟我老婆好极了。不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俩呀，嗯，当年通过一家婚姻介绍所相识的。婚介所？我还告诉你，嗯，就那婚介所我已经盘下来了。你盘下来了，专门给人解决单身问题。就你呀、啊，啊，自个儿平时都没溜呢，这还经营这个了。哎呦，靠谱极了。嗯，就我那婚介所，能根据会员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性格，帮他们匹配好最合适的另一半。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不信没关系啊。嗯，现场带着你，哎，试一试。这怎么试啊？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婚介所的专业。哦、我感受一下。正式开始。行啊，先生您好。啊，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夫妻本是同林鸟婚介所。您确定这是一个婚介所的名字？啊，这什么名啊？哎呦，您不用害怕、啊、我们婚介所非常的专业。是吗？我们成立多年，目前成功牵手的几率高达100%。哎，那您成功了多少对啊？一对儿。一对儿？我和我老婆。我还是换一家吧。哎呦，您怎么开不起玩笑呢？您来，回来，回来，回来。我这开玩笑呢。既然您来了、嗯、先给您填个表吧。好啊。啊，您的姓名？肖冰。肖冰。籍贯？山东。山东。年龄？31。31。结婚了吗？结我要结婚了来你这儿干嘛？啊，您误会了啊，我的意思是问呐，啊、嗯、你是离异还是丧偶？有这么问的吗？不是，那是怎么呢？这两个都不是，没结过婚。哦，你没结过婚。对了，哎，你多大来着？31啊。哎，哦，嘲笑我啊！你想多了。我们这里的员工呢，受过最专业的培训，嗯，绝对不会嘲笑会员。不是，你这什么意思？除非忍不住。哎，这都不是人话。我跟您确认一下啊。啊、嗯。您是31。对。目前还没有结婚。对。没人要。哎，有这么写的吗？啊，这是我的心理想法，不要说出来。未婚，行吧？未婚。嗯，那您的工作是？说相声的。哦，谁呀？我呀。你啊？说相声的。对呀、啊、说一个，来来来，说一个，说一个。您等会儿。哎呀，我特喜欢你们相声演员。怎么我就说一个？特逗，来一个。我找对象来了。哎呦，找对象、啊、干嘛就说相声？疏忽了，我是相声迷，我是啊、嗯、啊，相声演员。对，嗯，那我问问您的家庭情况。行啊，你们家是几口人？我们家呀，七口人。我记得你们家六口啊。七口。六口。七口。六口准了。七口定了。我还是跟你说相声呢。哎呦，疏忽了。哎，找对象啊？找对象是吧、哎、啊，对对，家里几口人？七口人。哦，七口人。那你的收入情况方便透露吗？就非要问这么尴尬的问题吗？哦、怕社死是吗？没事，大胆说出来。没事，就月薪嘛。哎，多少钱？就挣多少钱？哎，多少？1.8K。1800。这就别写了，这不露脸。那我得问问了。嗯。那你期望的薪资是多少呢？那不得10000多块钱呀、啊？你想拿10000多块钱？对呀、啊。那你拿这个工资能为我们公司带来多少效益呢？我认为啊，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我的能力还有我这个人脉、嗯、我是找工作还是找对象啊、嗯、不是找工作吗？找对象，这是群英会啊，不是那非你莫属。哦，对对对对对，昨上午刚面试了一个啊。 那我明白了。嗯，那我再问问您的兴趣爱好。兴趣爱好？什么爱好？喜欢养宠物。养了什么宠物？养了一只猫。
哦，猫。哎，这个猫是哪个婚介所认识的？哪个婚介所介绍猫啊？不是，就怎么个途径你得说清楚、啊、领养的。领养的。哎，这个信息很关键。为什么呀？说明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哦，我记录一下啊，写一下。有爱心。嗯，领养了一只猫。对。哎，那你目前是一个人居住呢，还是跟爸妈呢？跟我爸妈住一块儿。哦，跟爸妈。爸妈也是领养的吗？有这么说话的？爸妈有领养的吗？那是亲生的。哦，爸妈是你亲生的。哎，这是人话吗？哎呦哎呦，不是，能不能好好问？会员信息一定要问清楚的吗？那你得问点靠谱的。问点靠谱的。哎，感情经历透露一下呗。谈过三次恋爱。三次呢？哎，第一个女朋友啊，是因为她闺蜜不同意。怎么不同意呢？她闺蜜说我工作不稳定，给不了她好的未来，不同意。哦，那第二个？第二个女朋友啊，也是她闺蜜不同意。这为什么呀？就说呀，我没车没房，给不了她安稳的生活，也不同意。哦，这第三个女朋友也是她闺蜜不同意。这回是因为什么呀？什么也不因为，她就是不同意。愣不同意，就愣搅散了。哦，你看我这三个女朋友都是因为闺蜜分手了，要你说我得找个什么样的人缘次的？人缘次的干嘛？你最好你就找一个没有闺蜜、没有朋友，甚至连家人都没有的人，啊，这也算领养吧？哎，对了，这个思路正确了。但是你说这没闺蜜，这挺合适啊。对呀。但是我还有点自己的小要求啊。可以呀。我能说一下吗？您说，我记录。可以说啊。可以说。择偶标准嘛。哎，你看我呢，就长相一般，对吧？我是挺一般。我呢，希望那女孩啊能稍微好看一点。哦，好看。当然了，也别太好看了，因为两个人站一块也得讲究个匹配，是吧？对，就是那种倾国倾城的就行。哎，别太好看了。然后我学历呢也有点低，因为我是初中都没上完，希望那女孩呢学历能高一点，但是别太高了啊。哦，好。你博士那种的就聊不到一块去，就差不多就高一点那种就行了。然后这个经济条件呢，你想我一个月挣1800块钱，这也不够花的呀。希望那女孩呢能稍微条件好一点，最好呢能有一套全款的房，也不用太大啊，300来平，就够住就行了。够住300来平，反正差不多能够住。然后车呢也得有一辆全款的车，反正100多万的车吧，倒是也能凑合着开。也希望那女孩呢脾气能温柔一点，贤惠一点，每天做好饭。可以了，可以了。我是婚介所的红娘，不是许愿池的王八。长得像？谁长得像？你跑这许愿可不行啊。我这不说的有点多了，你得来点实际的呀。实际的我这一下，哎，比方说啊，那个女孩年龄你有要求吗？年龄比我小点吧。小点？小多少呢？就10岁以内都可以啊。就20多岁吧。嗯。哎呦，先生，恕我直言。怎么呢？根据您的感情经历呢，不建议你找年龄那么小的女孩子。为什么呀？因为你像这种年龄段的女孩呢，闺蜜太多。你当我没说？对，我找年龄大点的。年龄大点的啊，那就好了嘛。怎么呢？我们婚介所里都是成熟的女性。哎，我问一下啊，您这年龄最大的多大呀？84。84？哎，活在坎儿上还找对象呢？也正常嘛。不是，那最小的呢？83。您这婚介所是不是一共就俩女性啊？哎，快剩一个了。不过我觉得这俩不太适合我。怎么不适合？你们要有那个年龄小点的。小点能那也有啊。有？跟你开玩笑呢。我们这能没有吗？真有。我看看我们的资料库。您看看。嗯，哎，这个挺合适的。这个是20出头啊。嗯，长相甜美，工作也很稳定。那挺好。哎，什么工作呀？他是一名主持人。哦，电视台主持人。倒不是在电视台啊。那是电台主持人。也不是在电台。不是，那哪儿的主持人呢？微博超话。微博超话主持人，这是工作呀。啊，很稳定的。这不行，那不行。这不行吗？不，换一个。那再换一个。嗯这个最合适了。这个他是一名 DJ。 哎， DJ 好，青春活力。广场舞 DJ。 广场舞 DJ 就专管放音乐啊。他都不跳是吗？跳不动。莫非这是那个84的吧？哎呦，你太聪明了，先生。聪明什么呀？我不要这84的。马上安排你们见面。我不见面，怎么能不见？84的不行啊。好啊。哪儿好啊？84符合你要求。什么要求？她没有闺蜜。还有马这想起来，我这么跟您说，就是年龄小一点，有闺蜜我都能接受。哦，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年龄小一点，有闺蜜也能接受。对了，那这个最合适了。这个是83那个。我不找了。
哎呀，这段这个题材挺有意思的啊，说这个婚姻介绍所的，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婚介所这都是像上个世纪的产物，是吧？嗯。那这个杰明老师，您有给别人介绍过对象吗？我有啊，也有。对，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给别人介绍对象，会不会得适当的给这个被介绍人得美化一下？啊，对对啊。啊，那比如说啊，像我们这个思雨，是吧？遮不住了，没那么大屏风。这个，比如您要给他介绍个对象，对吧？您会突出哪些个点？难为老师。比如给婷婷介绍，来啊，嗯，婷婷，嗯，我跟你说呀，就张思雨那小伙子真心不错，1米8大个头，小胖脸圆乎乎的，看着可有福气了。我不喜欢胖的。你看你现在就不懂了吧？胖点。心胸宽广，能包容，嘿，知道不知道？哎呦，然后呢？说到心里去了。对，待人接物坦诚，将来绝对不会骗你。最重要的，宽阔的臂膀让你依靠，将来谁还能欺负你？爆棚的安全感。嘿，哎呦，杰老师，就您说完蒙和婷婷，我都想嫁他了。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哎！啊，今儿这个天是真好哎！我住院，你别住院了，怎么了？你不双语播报吗？对呀，双语啊！你哪双语啊？中山双语啊！我们走进去一看，是个很深的屋子，一个一个的研究区错落有致。是，每个研究区还配置一个操作台啊，操作台上摆着什么黄瓜、辣椒、土豆、西红柿、圆白菜，这不菜市场吗？这不，哎，也。卖活鱼，对呀、啊，你到了水产区了，这是天桃林海灯莲香八，啊、哦，这八个字，当然了，啊、哦，时间关系、嗯，这八个字咱不能都说了，嗯，咱得跳着说，跳着说，哎，这都不用你教，简单是吗？天桃灯海，老师，怎么这么个跳着说是吗？